你不要喝好不好？你走开啊！你干嘛啦？干你我不要！你不要喝好不好？你先跟我讲清楚。你走开啊！你他妈听不懂是干我就不喝，我不喝可以吧？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就这样逼我，现在到好恶心，我想吐，我想吐，他妈好可怕，我的手会抖。半年前，我是信大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，总院为了让别的地区医院升级。 把很多人力都调过去，所以，我在到访 ICU 之前，不停的轮班。 IV push。时间10:42，房间40:42，房间40:42。没事。我是一个医生。快帮忙！我应该要知道，生命都有它的极限。我失去我的小孩。 我的身体变成杀人机器，我只要进了刀房，我就会听到婴儿的哭声，我就再也开不了刀了。我的先生，他真的是受够了，再也受不了这一切的一切。 走了。